We all live in a digital world. We all need it to be open and safe. We all want to trust. And to be trusted. We all despise control. And desire freedom. We are all united. Welcome to this main session of the Policy Network on Meaningful Access. My name is Sonia George. I'm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Alliance.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下一个会谈，就是关于实际使用的这个论坛。好像我们有一些技术的问题。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技术问题，因为 Sylvia 她也跟我在一起，主持今天的会议，所以我们要确定这个技术方面我们没什么问题。好，好，所有的人都能听到我。大家好，我们今天的会谈它会集中在我们。这个实在使用的工作团队，我自己，我叫 Sonia George， 我是便宜网络联盟的一个代表，我也代表这个 Web 基金会，我很高兴那么多参加者今天参与我们的这个对话，也有非常多人在线上。所以现在我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日程，就是说，首先介绍我们这个团队的工作情况。所以我们要解释给大家这个实在网络使用能力是什么样的东西。这个之后我们会请 Andriette Osterhuysen 女士致辞，还有下一位她是代表 UNESCO 的另一位女士。这个之后我们会集中在三项的对话题目。最终尤王舟她会向我们表示他自己的一些意见，所以我自己会主持今天的会议。我希望我们都会每张爱参加今天的这个会议，不管在卡特维兹还是在线上。所以这个实在或者现实的网络使用能力具体是什么呢？首先我想解释给大家我们这个是在网络使用能力的这个工作团队成立的情况，就是跟这个世界上的网络排除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目前面临着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南方世界，我们面临着这个电子鸿沟，所以这个实在的使用能力，第一有三个元素：第一个是网络必须是便宜；第二个是这个连接方面它必须要是没有缺陷；还有第三个方面就是一个社会的环境，这个社会的环境必须要允许我们可以连接到网络。所以第一个因素就是这个价格便宜，因为只有价格便宜的情况下，谁都可以使用网络，不管是有多少钱。第二个是我们必须要保证足够的这个基础设施。第三个元素就是这个社会的因素。我所说的是内容、语言能力，这所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保证谁都可以使用这个网络。
为什么我在开始就界定这些东西？因为从我们角度来看，实在网络使用能力的意思就是说，谁都可以使用这个网络。如果我们有网络，但是不能使用它的潜力，那这个就不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成立，我们实在使用能力的这个网络被成立。所以我们的工作当中也有一些其他讨论的边境之外的一些题目。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听取很多人的一些意见。这所有的人，他们从事这个实在使用能力的工作。当然这个负责技术的副秘书长的大使，他也在管理我们的工作。我们很多人，其中我和我所代表的这个单位，跟IDU 进行密切的合作，就是跟这个国际通信局。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在这个实在使用能力的政策方面，我们还有一些缺陷和还有一些空间，因为我们到现在也没有保证所有的人都在世界上可以使用网络。所以首先我想感谢所有参与我们工作的人，以及我们所有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在最终15个星期之内。我希望我们明年也会继续这方面的工作。除了这个之外，我也想表示就是谢意向那些支持我们工作的所有的组织和其他的单位，而且他们也提供了非常多报告，非常多其他的资源，允许我们工作过得更顺利。其中我想提到这个 ICANN 的组织，还有 UNESCO， 还有 IDU， 尤其是这个 IDU 的技术大师，还有什么其他的向我们工作做出贡献的那些组织。所以我鼓励大家对他们的工作就是做一些研究，因为他们呢是值得看。首先我想介绍我们两个发言者。第一位，他是 Andret Asterhuisen， 他是代表 MAG 的多方咨询团队，他是这个团队的负责人。 Andret 女士，非常高兴你现在跟我们在一起，而且我们认识已经有几年，所以我想赞美你，因为你在很多方面推广这些包容方面的政策。所以我想今天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MIG 目前的工作状况是什么样的，所以也想问你对你们工作的一些前途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好像1996年在 Pretoria 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不记得具体的时间是什么样的，但是时间已经长了。非常感谢，我觉得这个实在使用能力是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在这个 IGF 的，从 IGF 开始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是第一次举办这个信息社会的峰会，我们当时举办这个峰会也就是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到现在有非常大的非常大数量人他们就是不能使用网络，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有非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们这个实在使用能力的网络，它对这个问题的应对有非常大的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对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动态的态度。比如说我们必须要参加这个管理和立法程序，
我们必须要向每个地区的人口提供自己发展这方面的基础设施的能力和资源，而且我们在其他的领域也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要做什么，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之前已经决定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我们识别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他们没有被解决好？为什么我们的解决方案没有落实好？障碍到底处于哪里？所以我们比如说可以问这个肯尼亚或者巴西，有什么样的状况？比如说在这个巴西的这个监管机构，他们是授予某些频繁率的使用许可，阿根廷呢也是有一些这样的规定，所以我们可以说，从这个管理机构的这个方面也有一些活动，被采取，但是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在其他方面有更好的合作。比如说在这个通信方面和其他方面我们可以做，但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要问，我们想出的这些解决方案没有被落实好的问题是资金，还是一些族的一些利益阻碍我们的这个解决方案落实，还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我很高兴今天跟我们在一起有这个 UNESCO 的代表，因为 UNESCO 他准备了一些参数，这些参数让我们能够识别这些问题。谢谢大家。非常感谢，非常说的非常最基本的非常有实质性的一个自己的见解。我们在这次的会谈当中还会更多的关注这个真实的网络使用能力。我们应该在三个方面关注这个事情。首先第一点，这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为我们帮助补充一些我们的漏洞，我们都同意，一致同意。但是我们的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没有共同的一个框架，不能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实施。当然有一些差别是可能存在的，但是我们需要的真实的网络使用能力必须要有一些有用的方法。那么很多的网络的使用者正在关注这方面的事情。现在呢，刚才玛丽代表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些指数可以让我们用这些确实的数据让我们回答我们现在还不能回答的问题。比方说那些语言的内容和能力，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理解，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能够比较，而且我们还能够国家之间可以有一些共同的比较。您的您，我想你的工作会代表 UNESCO 给我们介绍更多的关于教科文组织的一些数据。非常感谢 Soria Henri， 我想很高兴我今天跟大家在一起，在这么专家和团队当中负责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的有价值的，而且是我现在想说一下什么叫我们的Rome 到底是什么？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幻灯哈。我们世界教科文组织，我们想必须保证自由的我们的思想的交流。这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允许自由的流动，我们的思维不光是产品和服务，
在全球的交流当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谈论互联网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全球的全球的数字使用，实际的使用能力并不是所有都一致的，跟他们的基建有关，并不是大家都能够理解到用什么方法，用真实的进入互联网能够获得真实的有用的价值。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连接互联网不光是基建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能获得真正的网络的价值。在我们的这个经营当中、活动当中，我们在保证人权、言论自由和网络的使用能力。互联网应该给我们更加的接近，更加的获得我们自身的发展的能力和目的。我们应该更加仔细的看一下用什么方法我们可以比较这些数据，这些数据能够帮我们测量我们在互联网中看到的事件，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获得一些证据，让我们的理论得到证实。我现在说一下 RAM 的事情，推出这样的一个RAM 是主要是分了三个部分，第一个是研究，在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分析了很多的有关方面，跟他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让他们回答在什么样的原则上和什么样的条件实现可以确实能够有价值的使用互联网。第二就是测量，我们测量收集的数据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相信我们是往好的方向进行发展，而且我们的政策是符合发展要求的。第三是我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公开的向大家说这些我们获得的数据是真实的，而且可以推广使用的。我们在通过大量的咨询和调查以后，比方说阿里昂非常积极地投入了我们这个分析。RAM 是指人权、开放、流动、包容。我们分为下面五个部分：第一是人权、开放和可及性。然后互动性，而且是我们能够大家使用生态环境的系统，确实是在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能使得各个方面都利用他们的资源。这些指标都是非常多的大家可以记住，这些都是和我们的每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他们的投资能力等等都和有关，我们这些都会考虑，尤其是在我们的数据当中。我们分为五个部分，大家可以看见这五个部分人就是权利、开放、平等、流动等等。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考虑到权利，我们都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是看我们在哪个某一个国家是否有一些关于人权的框架，每一个国家或者在每一个地区，不重要，我们说的是真实的地区还是说虚拟世界，是否存在着人权的保护。下面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在网络当中是否存在言语自由，是否受得信息的自由，是否有结会的能力，而且是否保护的隐私，而且他们是否能参加这个文化艺术活动。那我们想第二个就是开放，是市场是否是开放的，某个国家某个地区，那么他们的
能力是不是允许大家普遍的参加？下一个是公共的参与是否存在着法律上面的保证，能够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积极使用参与互联网的空间，它的价格是否是可以经承受的？而且可以查到是否没有一个人不会被忘记。我们还会谈到那么地区的语言是否按照当地的语言在使用。我们知道全球有7000多个语言，但是在网络当中只有300个语言是在网络当中使用，甚至于不到300个种语言。那么我们在考虑是否使用者他们能确实能够使用网络的内容，这些都是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重要的因素。那我们所以说我们 要知道在这个地方的层次上，我们 要知道那些国际的标准是否得到反映。那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想知道对孩子这个网络空间是否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它是否推广可持续发展，是否是值得信任，我们是否对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虚假信息有足够的知识，对这个仇恨语言对应对是否有足够的工具，这些问题是都是我们所从事的问题。现在我请我的同事来继续。非常感谢我们的同事允许发表我们的这些意见。我们所说的这个教科文组织的 RoomX 的这些参数，它就是我们整个 IGF 成员的工作结果。实际上，这是我们15年工作的一个总结。这个工作的特征在于，我们如果要评价这个私营公司、国家政府单位等，如果我们要评价他们的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就做出这个评价。现在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个政策，这个政策是旨在落实电子化政策。每个国家它应该做第一个步，就是说评价在这个网络的空间在发生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每个国家应该进行这样的评价或者审核。比如说这个报告当中有一个德国的报告，所以现在就有这个在手里有这个报告的一个副本，所以在那边他们评价了109个参数，是为了检查德国在落实电子生态环境过程当中它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实际上从数字化转型角度来看，德国是一个领先的国家，所以我鼓励大家参考这个报告。除了德国之外，我们还有5个大洲，剩下34个国家的这样的报告。所以
我觉得这个介绍，我们所做的这个介绍可以给你们显示我们的这个咨询单位他们的工作，虽然有这个疫情，但是我们在继续这个工作。所以现在还有一些照片，所以在这些照片你们能看到几个国家 Senegal, Benin, Uruguay, Ecuador, Paraguay 的一些工作会议的一个照片。所以我们很高兴在这个地区的层次我们可以举办这样的会议，这样子我们可以很现实谈我们的一些意见。我知道时间差不多到这儿，所以我只想说，互联网和多元化这两个概念是远超过网络的这个这些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也要谈到非常多新的技术。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这个介绍。看你们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鼓励大家带给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下午在这个大厅还有下一个会议，关于多种语言的这个科技性，而且我们会继续关于这个实在使用能力的这些讨论，所以请大家留给我们在一起。那现在我想感谢我们的发言者他们所做的这个介绍。那现在我想请 Sylvia Cadena 我的同事做一个介绍，第二个部分的介绍。Sylvia, 你好。你好。那你的声音有点小。女士们、先生们，我从澳大利亚欢迎大家。我很高兴在这个第一部分，我们能够听Andrea Esterhuizen 的这个介绍。我自己叫 Sylvia Cadena。我是这个 APNIC 的员工，我们的总部是澳大利亚。很可惜，我们不能在高头位置见面。我希望未来我们还是会亲自见面，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网络联系也是好的，所以我高兴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所以首先我非常赞同你们之前所说的这个内容，你们一直在强调我们必须要寻找一些共同点，而且一直需要找一些方法来理解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他们在现实有什么样的具体结果，而且我们通过这些参数我们可以测量这是非常好的工具，通过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到现在的工作的效率是什么样的。这个介绍之后我们要继续到我们下一部分，现在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发言者表示他们的意见，有些人在线上，有的在线下。我的一个问题是 ，Aurette， 我想问你，我知道你马上就要离开，所以我想问你，你提到了，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必须要确定什么是不知道的，而且我们必须要再下功夫，为了识别那些结构性的障碍，这样子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过程当中还存在着什么样的空间，或者缺陷，让我们知道我们还缺乏什么。
当然我们并不会集中在这些服务或者应用身上，因为很多人连网络都没有，所以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结构性的这些障碍是什么？我们到现在学了点什么？非常感谢，我没想到我要第一个发言，所以我简单的说几件事情。所以这些最难的事情，第一个，这个网络科技型的不平等，它是基于那个经济不平等，所以说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现象，它就是导致这个电子排除的现象，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所谓电子的矛盾。比如说现在我们为了下载什么有价值的应用，为了下载这些应用，我们需要一个智能手机。那如果他没有这个智能手机，那他就不能下载。在这个疫情的时代，我们发现了，如果谁要参加教育，那他必须要有网络和手机。那如果他没有，那他不能继续学习。所以说，这个技术就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个鸿沟越来越大。我所说的是这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个鸿沟，所以我希望第二点，我想说这个国际的社会不够好努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世界目前的一些变化就是说。这个移动技术的快速发展，它就是一般来说可以被描述我们的这个移动设备的科技性越来越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突破这个电子排除现象。但是这个并不是这样子，我觉得很多决策者他们相信了这个陈述，而且这个导致他们完全没有这个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机用户的数量增加不一定会导致谁都能够使用网络，因为我们现在要记得，我们所说的是整个网络生态系统，我们所说的是，比如说这个地区的网络，还有这个什么学校的网络的科技性，所以这个科技性它是以直接方式影响个人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想每个人都能够使用网络，他必须我们必须要为他们提供一些较为复杂的电子解决方案的使用能力。所以现在这些管理的机构还有这些金融的机构，他们必须要更积极的参与这个过程，来保证这个网络使用能力是更为普及。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方参与，比如说这个政府机构、学校、私营公司、图书馆等等等，这所有的机构就必须要变成这个最终解决的一个部分。人喜欢简单的解决方案，但是现实不一定是简单的。首先，为了想出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我们要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下面这个问题是给 Marius 的一个问题。我们也知道产生了这样一些问题，在我们的 Hub 上面有一个提问。
那么先请 Marius 给大家讲一下刚才 Henri 说的 ，Esther Hoisen 说的，提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生态环境。那么 ROM 的指数是为了能够测量真实的网络使用的能力。那么我想问一下，在你的经验是在这方面能够把这些指数在教科文组织当中使用的结果得到哪些的这个答案？那么我们现在在什么一个层次上面呢？非常高兴，刚才问得很好。我的意思是，我的回答是，还没有我们可以非常各种角度的一个指数的体系。我们其实尽量的争取能够从各个角度看到多方面的网络空间的形成，而且不同的人群能够把网络的真实的有价值的数据能够得到使用。我们一开始看的是网络的使用，而不是我们刚才说的真实的使用。对我们来说是关心的是增加人数能尽量多的加入到网络的这个使用。一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也再是一些高层次的人，受到良好教育的人，说外语的人，比方说说英文的，比方说他们可以在这样的生态环境当中来参加。后来我们就开始如何能够使得网络空间可以更加的多样化，能够变成一个大的家庭。我们可以在网络当中有不同的语言表达不同的内容，而且这些是对不同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各个社会层次的各个农村或者城市的地方都能够使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考虑到，如果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利用网络的这么一个宝库的话，这么多的知识宝库，怎么才能有能力让他们实际的真实的利用整个社会使用这些知识？那么我们要有不同的这个解决方案和不同的这个网络使用的，比方说妇女，她就没有这么多的高等教育的水平，他们不是工程师。那么我们在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说人类大家庭是多么的不同，有各种层次，让我们每一个人，人类的大家庭都有能力使用互联网。我非常高兴你有这么积极的一个答案，刚才已经给我们一个解决的一个回答，就是网络空间当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层次的一个环境，生态环境。现在我就想给下一位我们网络上远程的一些朋友愿意跟我们交流经验的，听见我们的会谈吗？非常感谢。我想一开始非常感谢，衷心的感谢这么非常好的一个峰会，而且呢这次论坛呢大家提出的建议都是非常有见地的。我们主要是要获得平衡的全面的发展，那么我们想如何能够做到真实的网络使用能力，在这么世界广泛的环境当中可以使得网络更加安全，对于儿童，对于年轻人来说。那么现在的网络当中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负面的作用。那么一开始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我看还有两个问题提出来了，因为我们有一点点迟到的话，我们现在要加速。那么我想简单的说一下，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确实在我们的心上，对于
在比较偏远的农村的地区，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平等。我说的刚才玛利亚也说到这一点，有肯定有这样的方面，也是需要我们在ROM 的情况下用数据来测量。我想感觉到我们现在评价真实的网络使用，是用我们的技术问题，我们会出一个报告，确实的确定我们的技术方面的缺陷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可以跟踪我们的信息，这些信息会很快的出现在我们的网站上。我刚才说的一个主要原因，只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测量，并不是我们不知道现实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知道现实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也知道农村地区和偏远的地区并不是有什么特权。我们也想是否能有一个方案，在社会的一个各种各样解决方案上，尤其是公共的网络上面，能够提供能够投入一些法律法案和调解，能使得这个问题得到改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测量这些指数，根据我们获得的这些指标，能够做出一些结论，让一些做决定的人根据这个能够在法律方面能做出更好的决定。现在已经有一些框架完全可以，已经不光牵涉到墨西哥、肯尼亚，而且在孟加拉国和其他地方都有，在任何的地方，整个社会对于自己的地区的网络有要求的话，我们都可以给他们提供这些指数。那么这些机制如何能够保证真实的网络使用呢？这确实是我们一个真实的挑战。我想我刚才已经回到你的问题，现在我把刚才谈到关于网络安全的问题，是否网络是安全的？我想回答一下这样的问题。我想在我们的网络当中并不能排除一些艾滋病的因素，大家可以在网络瘟疫以后，我们不能让大家利用网络的时候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整个这个生态环境当中能够保护一些受害人在网络当中获得的侵害，但是我们不能够对这些担心作为是一个借口，让大家不可能有机会来使用这些网络。我们先要给他们使用的权利，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教科文组织的官员还有什么想要加的吗？希望大家能够再给你30秒钟。我知道我们必须要详细的分析网络的用户，他们有什么样的能力，我们必须要集中在这些能力，教他们如何以非常健康和安全的方式能够使用这些各种媒体。我欢迎到教文科组织的网站，我们在那边有很多信息和资料。谢谢，我会现在请朱局长。如果我们谈那些使用这些ROM 的国家，那有些人说，网络使用应该是人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研究的事情。
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觉得那些困境的那些族，他们也应该被有我们的关注和关照。非常感谢安丽的这个介绍和玛丽莎的介绍。那很抱歉，现在我们向Carlos Alfonso先生和 Jane Coffin 发表就是。那现在我们能看到 Carlos。现在是你们的时间 ，Carlos， 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 ，Jane 也请你做一个自我介绍。我觉得这样子最简单，我也不想阅读很长的简历，但是我只想说，我很高兴大家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你们实在算专家。就关于这样的我们所谈的这些领域，你们实在算专家。所以首先我们想听你们介绍，然后会有一些提问的时间。Carlos 先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非常高兴我能够跟大家在一起。很抱歉，我目前身体状况也没有那么好，因为我最近感冒，所以我有可能我的声音不太清楚，但是我希望我今天有力，就是做一个介绍，所以我现在想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叫 Carlos Alfonso Moreno， 我是 APC 地方网络的。成员，我们所合作的那些国家就是南方世界的国家，我们多想为他们创造一个能够有社交媒体目前我们跟16个世界南方的国家合作，总共有13个项目在进行，有70在这些农村的地区。好像有人问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为了向这个地方社会提供更好的连接工具。那首先我想说，没有不能做的事情，当然，这些电信的通讯公司，他们尽量想为所有的人口提供这些基础设施。但是，虽然他们提供这些基础设施和网络使用能力，有可能这会太贵的。所以现在在我们的这些项目当中，我们也想提供各种方式来降低这个成本。因为我们不只是集中在这个宽带的网络，我们同时也在推广5G 的网络，我们也鼓励每个地区自己做出一些投资，安装什么小的设备，自己就是为自己提供这个网络，这样子这个费用会比这个电信的公司所提供的更便宜。我们知道在哪些地区这个电信的这个模式是不合理，但是我们一直研究，因为在有一些国家这个频繁这个色谱就是分配是不正确的，造成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不能容易使用网络。让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我们可以跟这个
国际通信局进行密切的合作，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我们谈这个可视现实使用能力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在很多会议现在谈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在很多的项目当中，我们发现人他们是想要学习，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如果我们谈这个连接或者通信，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已经知道，这并不只是一个基础设施，也是这个内容、语言能力这些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因素也允许老百姓使用网络，所以这里元素有非常多。我们今天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非常非常多样化，因为我们世界是非常多样化的，所以不一定每个国家都可以使用就是一样的解决方案。最近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工作和合作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热闹。我们最近讨论的问题是，比如说，是比如说这个当地语言的内容是否能够增加，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这个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了它的变化的程度是非常大。其中有一些事项，他们是涉及到从下到上的这些项目，就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而且试图影响国家政策的这个措施。所以我们作为我们这个组织的成员，我们应该详细的分析状况，详细应对我们目前的这些挑战。安德烈他已经提到了，在世界上我们也有一些完全不能完全使用网络所带来的这些便利，因为他们的限制就是说那些电信公司所提供的这些服务，这是一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那些不由中央公司提供的这些解决方案，而且从下往上提供的这些解决方案也是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才可以为这些地区的社会提供更有价值的一些解决方案。所以总之而言，问题不只是连接和通信，也是多样化的资源。所以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一点，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复杂、非常非常多样化，而且我们的目标毕竟是让是给所有的社区提供解决方案。非常感谢卡洛斯给我们的回答。有没有我们的平台上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想卡洛斯可以给他们一起一个一个回应。那么我们请下一位发言人。非常感谢，我想我不能亲自来参加卡托维茨的峰会，我现在呢联网跟大家一起论坛，我非常高兴我可以用这种方法能参加这次讨论。卡洛斯刚才谈到通讯他工作的内容，我想我已经在这方面已经工作有20多年的经验了。尤其我最关心的就是当地的解决方案和通讯的能力。当然在这个地方面呢，应该讲有很多的当地政府、联合国还有
哈尔滨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地方的政府，我们也知道当地的各种各样的环境不一样，而且我们应该有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符合当地的要求。很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能够保证通讯的能力，我们没有一种的技术解决方案是唯一的，应该是我们有整个的人类社会都是完全不同的，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应该有不同的可能性。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在运营商还有使用者，我们还有新的技术的推广，新的系统，流动的移动的网络等等，包括无线网络，在西班牙、阿根廷都有不同的方法。在 AirTel 技术在新冠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各种各样的技术、各种各样的方法都已经是按照当地的需求来实施的，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刚才的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如何能够支持当地政府和当地的社团在这方面解决他们的通讯问题。大家也问这些挑战我们是怎么处理的，这些挑战主要是有一些法律法规上面的问题，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还需要记住的是这些结构的话呢，并不是说一样的，我们必须要和法律的制定者和情形做充分的研究调查，希望能够大家把这些项目和问题能够更加重视。我们要给他们展示各种各样不同的高新科技的方法，让他们不要害怕。我们还和各种各解决方案能够提供，我们还要和4G 技术、LTE 技术等等，在新的地区都是一些新的解决方案，让人们不要害怕这些解决方案。我们也需要给他们提供不同的能力，而且这些能力呢是比较便宜的，大家有能力支付得起的。在这方面，我们有各种各样很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需要不同的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在新冠当中学到了这些问题的话，那就是说不光是交通部或者是一些当地的法律机构在创造这方面的机会，所以在农业部包括教育部他们也可能提供很多的教学或者是生产的方法，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给大家借鉴。所以通讯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真的。更好的联系的通讯的方法能够增加当地的社会的发展、 GDP 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保证通讯的话，那么这个通讯就不可能是全面的一个发展。这种通讯的方式是以当地基层为基础的，基层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一些法令法规必须要改变，尤其是我们的频道的这个分配和我们的金融的模式推广等等。我们也有很多的方法，我们也必须要冒险，让这些解决方案能够被实施，而且呢能获得可观的一些规模。我参加很多关于教科文组织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际联合国的一些机构组织的会议，这些机构都更加紧密的合作，尤其是最近的一些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重新又开始产生一种这种盟友的关系，这种合作的关系在不同的结构当中都起到很多的作用。我们和所有的各个基金、其他的机构都有合作，需要的是一种全面的合作的融合的一种方法，能够让我们很好用各种各样可行的方法来解决互联网的使用问题。卡洛斯有广泛的经验，
可以给我们提供，而且呢，可以在上面说很多，这些方法都是可行的。我们应该冒点风险，让人们能够把这些方法能够在当地推行，这样当地的人能够有价值的使用通讯方式，比方说医生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可以有非常快的速度把他的数据发送到医院，让这些医院能够分析。所以通讯的水平能够让我们更多的可能性，让人们感到他们有更大的能力可以处理日常的事情，而且发展会越来越好。我们也看得到，同时有很多的很多的培训，很多的方法。我们在纳米比亚几天以前，我们在实施过这样的培训，有一个网络为大家能够互相交换自己的一些方法，让大家能够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和实施新的解决方案。我们知道了，在很多的地方没有这样的基建方式，他们需要的是资金的支持。只有1%的慈善机构可以把他们的基金用作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建设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创造很多的价值，我们必须要强调，这样就能使得这些基建项目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我们要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加紧密的合作，改变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法规法律。我们还要创造当地社群的一些网络的机构，包括在墨西哥和其他的地方，阿根廷等等。在阿根廷改变了一些网络的结构，可以改变一些法律框架，可以改变一些使用方法。我们在其他国家也发现这个问题，比方在肯尼亚，使用者可以说更成为我们关心的重点。所以这种紧密的合作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打断了。我也想保证参加我们会议的人可以用差的方法来提问和回答。我想现在可以把Sony 来给我们开始下一个讨论的议题。下面的议题是数字接入的一个问题。非常感谢刚才的发言，现在我们请Sony为我们来进行下一个议题。那我们现在要考虑，我们可以想出什么其他的方案，我们如何能够我们应该有如何的能力。现在我想请尼奈娜努阿卡纳先生女士，她代表这个 WAP 基金会 WAP 基金会。我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谈一些现实的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来促进包容社会的建造。所以首先从 Roberto Zambrana 先生开始，我想问你在这个 Bolivia 的这些你的一些经验和你所做的这些解决方案。所以在很多方面 Bolivia 是不是算这个主流的国家，或者首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跟这个 Karim Atumani 先生，就是 MAG 团队的成员，我们在这些最好管理的论坛当中，我们
试图确定我们最我们的有限事项是什么样的。实际上这已经这还是比这个就是这个疫情之前的一个的一个会议。这次这个 IGF 的时候，我们在谈我们如何能够让那些到现在没有连接到网络的人就享受网络的使用能力。我们一直在寻找最好的管理，尤其是在这个世界南方这些地区，我们需要这些最好的管理。一个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确定我们如何能够让这些解决方案变成现实或者落实起来。所以这样的工作模式看起来是比较管用的。从我们的这个例子来看，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的这个时代，我在那个时代，我可以谈这些一些规定的规定，在玻利维亚有一些变化，允许那些供应网络的公司以更灵活的方式提供他们的服务，因为这个玻利维亚的人口的很大的数字是那些住在农村的人，而且他们实际上他们被排除掉，被忘记掉。实际上他们不只是网络没有，他们连水都没有或者电。所以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这些人他们也被排除，就是尤其是涉及到孩子，因为很多孩子他们没有能力继续学习。从我们角度来看，这是非常糟糕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采取了一些活动来改善这个情况。我们当时都知道我们必须要马上就采取这些活动，而且IGF 是一个非常好谈这样的变化的地方。现在我想请 Nana， 她是这个 Web 基金会的代表，他一直为更好更包容的网络而斗争。所以我现在想问你，你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我们现在处于什么地方？我们还应该做什么？非常感谢，我的名字是 Nana Nwakanma。我很高兴能够听别人的看法。我自己也做了一些记录，因为我不想重复那些别人已经所表示的这些意见，所以我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所以我只想说什么都不要做，我们什么都不要做的。最近我看了一个关于这个电子红购的费用的一个报告，大家能看到的。我自己是一个皮肤黑色的女生，我是来自西非，我自己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我已经是从家里远程工作。那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学到了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发现女生一般来说是带孩子，所以不赚钱。我们带孩子带老人，所以也不收什么钱。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没有平台来分享我们的需求。所以在四分钟我要解释
我的看法，但是它不一定是一个电子鸿沟，它是一个性别鸿沟。我要强调的是，在这些发展中的国家，有非常多女生，她们完全不能使用网络，这个就造成一些资金的损失。我叫他们 REACT， 就是 React。这是五个词，所以我再次想强调，我不会说你们要做什么，而且不要做什么。第一个是，你们不要想，这个网络使用能力是一个奢侈的地方，是一个奢侈的东西，你们。不会想，如果你们把女生连接到网络，你们为她们做什么？我们女生认为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权利，所以说我们是想向女生提供一些新的能力，但是请你们不要采取那些男生的一个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向男生解释，女生开公司或者开什么其他的生意，也做得好，所以你们不要男生不要采取这样的一个态度。如果我们谈这个使用能力，它是不够的，我们所需要的是那个允许一直从事创新行动的这样的使用能力。我最近今年我一直为这样的女生权利而斗争，所以如果我们谈这个，看这五个字，第一个是 rights， 所以权利；第二个是 education， 所以教育；第三个是 access， 科技性；第四个是 content， 所以内容。所以这就是我所讲究的这四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谈这几个题目，如果我们谈这些最基本的内容，我们并不只是应该保证联合国基本语言上就有这样的内容，我们也需要考虑到其他的语言。我所说的，是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最后的一个字就是 target， 目标。我再想说，你们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你们并不能说这个网络的覆盖率是在这个90%，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那些可以使用网络的人，他们如何用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不能说网络有这么大的覆盖率。我们应该首先分析人家如何连接，如何从这个获得什么利益，而且这个什么样的情况。我再次想强调，网络是我的权利，而且教育不一定应该在男生的手里，而且也是应该在那些有教育的女生的手里。而且我们必须要保证网络的内容是在很多语言都可以使用。谢谢。非常感谢内容，你的发言经常是给我们有积极的提醒意义我非常荣幸能和你每一天的工作。我想刚才你说的非常清晰，把事情说得非常明确，就像刚才 Robert 说一样，也是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们现在要去下一个部分，我们的会谈就是创造我们新的资源、新的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就进行总结了。我们还有10分钟左右。索尼，非常感谢，确实最后一部分我们的会谈论坛都说到是
就是我们的真实的网络使用能力，就是为了我们能够真正的利用我们的技术，为我们建立更好的社会。这个对我来说，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我下面请王Michuki Wang， 请来给我们说来着。我的名字叫 Michuki Wang， 我代表是网络科技发展的社团。我是工作就是互联网的发展。我现在看到大家都非常积极的、有热心的说到自己的项目和工作，我们都希望有很好的真实的互联网的使用能力。还有很多人没有达到这一点。我们想建立一个新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当地的地方的一些使用者和专家会成为主要的一个发展的团队和主要的一个人群。我们需要把专家团队要建立好，让他们能够服务和维修当地的通讯基建设备，而且当地的社团和让所有的人尽量多的人都能接入网络的使用。这些团队都需要互相的合作。如果我们说到网络的使用，大家已经说过有各种层次上面的使用。第一是确实是物理上面的使用。第二个是价格。索尼亚刚才已经提到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一旦建好的基建，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这个承受能力。我们的信号中断了，我们再等几秒钟。我们现在和我们的网上的这个参会人都失去了联系，我们再等几秒钟。OK， 如果说我们没有通讯的话，那就说明，那么就是在波兰，我们在高峰会的时候还有一些通讯的困难。我想昨天已经有的人提出了这方面的事情。要不然我们简单休息一下，或者短暂休息一下，还是我们再直接继续？我现在说了，我们要继续进行。如果我们能够，我们继续，如果能接上的话，那我们再进行和我们的网上讨论。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王珠会给我们做一些总结性的讨论。下面我们请朱代表 DESA， 是非常高兴你能在我们这个论坛上跟我们一起讨论。我还想说这些那么我们再回到线上。我们应该记住的是一旦有了基建的设备，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我们有一些有经验专家，他们可以运行这些网络。我们经常知道我们到一些
我们也知道城市和乡村的区别，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积极的去乡村建设更多的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建立通讯的可能性。通讯的可能性是大家都需要的。我还要说，在新的模式必须要全方位的。如果说到城市的一些机构，我们有更多的更广泛的有经验的人员，同样的这些高新科技人员也需要在农村里被培养出来，这样的能力是必须要在当地在地区里边培养出来，所以我们要尤其注意的是能够让我们在地区偏远的地方有自己的专业人员。那我就总结一下我的发言。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一方面是新的解决方案、技术方案、创新的方案，而且还要另外一方面，就是要这些方案是长期的、稳定的、全面的发展，最终能够把整个必须要吸引当地的使用者的兴趣，利用当地的资源。我们不希望是一些高档的人士进口用的方法来形成我们的互联网使用的可能性。非常感谢。Margaret， 现在请你表示你的看法。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屏幕。我代表的是非洲的 BRIDA 组织，所以为了回答你们的问题，我想给大家介绍我们的工作是什么。BRIDA 主要有三个工作的方向，第一个是加速的这个路线，所以在这个加快的这个路线，它涉及到启用能力的这个项目。第二个是关于加强那些目前已经存在的这些基础设施，网络的基础设施。第三个路线它涉及到跟政府、外交官和地区的代表合作。所以我们通过这三个路线，我们想确保在界定国际的标准的工作之内，我们有足够的份额。所以我想跟大家看，我们在这个 FRIDA 项目之内，我们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所以首先我想我们想确定我们有什么样的缺陷，在这个缺陷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决定我们的要发展的那些方向。我们想积极跟很多合作伙伴合作，比如说跟那些政府机构，还有这个民间公司、民间机构和公司。当然，我们主要想跟这个通信部署合作，还有在每个层次的这些就是规定这个领域的机构、立法机构。我们想保证我们所从事的这个项目，它是在现实落实，因为我们不想导致我们的所提出的这些措施就只是纸上谈兵的这样的一些项目。在我们的项目有好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参与。
那我们到现在的成功是什么呢？那我们首先要强调，我们的项目当中必须有50%的女性和50%的男生参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想这个保证这个年龄方面也有足够的多样化。我们想让年轻和老人都参与我们的工作，因为他们都应该有能力在这个网络未来的方面表示他们的看法。所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就分析这个问题。那我们到现在落实好了什么样的东西？那我们已经有一个工作计划，这个工作计划准备过程当中，我们有几个合作伙伴参与，结果我们已经举行了几个培训，这些培训的目标就是教育那些未来要教育其他人的这样的项目。当然我们想集中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但是一个总体的状况我们也要分析。所以对我们最重要的说，我们在这个当地的层次，我们可以做什么。在我们的地区，大多数的国家都参与我们的这个工作。那现在的情况什么样的？2020年这个疫情爆发之后，我们对9个国家提供服务，其中有毛里塔尼亚、埃及、马洛克，还有其他。在那儿我们进行了首个培训项目，这些培训他们是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2021年我们再给8个新的国家进行这样的培训，其中有这个奈及利亚、利比利亚，还有其他西非的国家。所以我们这些措施他们是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那到现在我们培训好了比较多人，23个培训这当中，我们就培训了比较多人。最终我想说，在我们的培训当中，女生是28%，男生是生育的数字。其中这个毕业并获得证书是26%，但是不是所有的人就毕业了，而且获得了这个证书。所以我已经提到了这点，但是我们在我们项目也在教这些教练，他们之后要在非洲其他的地区工作的。那我们工作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有一个教练和专家的团队，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教育其他的这些教练。我们也邀请了很多这个公务员工或者官僚参加我们的培训，因为如果他们不能参加我们的工作，那这个不会有什么效果。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些通过我们做的这些措施，我们能够应对鸿沟的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给所有的人提供足够的那些内容，还有适合他们的那些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时间，现在请大家继续讨论，谢谢。非常感谢。我想不知道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因为我们有一个短时间，大家互相交换一下经验，我想这可能不太可能。我们已经给了主持人发言，那么现在我们想做回答刚才在
我们的网络上出现的一些提问，这些提问也用其他语言在提问的。我想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请主持人来回答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很可惜，我们现在要决定，到底我们能不能有很多的时间再继续讨论。我们有点，我们。现在听得好一点了吗？非常好。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现在，我们呢，还有几。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讨论，一个短暂的讨论。我们得感谢所有人参与这一次非常有趣的论坛。这个讨论我们还会继续下去，用不同的方式，供我们的在一个 F 当中的不同的层次上能够再讨论。我还想再花几分钟的时间来结束这次我们的讨论。现在我们给王主祝王祝玉王能够代表的是数字委员会。我尤其想感谢祝玉王，希望你能给我们一些你的评论。你都了解到哪些事情？你的建议是什么？下面我的工作应该怎么做 ？OK， 好的，非常感谢。我现在说一下最重要的，我非常感谢 Oviet 和您，还有 Silvia Pedro， 还有所有的其他人，整个的参与者，这么有积极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在这个论坛里，我们也看见我们的讨论有非常重要的方面，讨论到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首先谈的是网络的使用和接入，这些讨论都是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一些关心的问题，比方说。我们创造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我们的教育，把我们的我们能够更加多的培养和把技能传给我们的一些使用者。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也想感谢所有人在网络当中自愿的为大家服务。今天在出现了一个提议，就是在EGF 论坛可以听一些没有在联合国以外结构的一些人的意见。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议。我们应该在具体的方面上面学会更好的使用方法。我们应该在什么方面共同的工作，使我们能够把一些具体的方案能够实行，而且保证尽量多的人能够使用真实的网络使用权。我们不希望把一些概念方法重新再重复，我们希望有新的方案，新的方案能够在现实当中实施。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做出一些非常好的建议，这些必须是非常具体的。我们在这次会谈当中会有一些声音反映到我们应该建立全球的一个合作，一个同盟，让我们能够把公共的资源被大家利用。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在发生。我们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有真实的网络使用权，为这些
还没有网络使用能力的人，我们应该记住有34%的全球人还没有网络的接入能力。我们应该把投入一部分资源，让这些可能性成为现实，而且我们还会要让大家能够学会一些能力，使用我们公共的网络资源，让我们能够让我们这些原则能够在事实当中、现实当中推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您的这么有用的建议，能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起到指导作用。我现在已经没有时间，非常感谢我的所有的同事和我的合作主持人为我们真实的网络使用能力提出更多更好的方案。感谢大家积极的投入，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配合。大家可以去休息，然后一会儿欢迎大家回来参加我们下一个讨论，是关于多种语言的使用。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工作，我希望我们还会在下一个论坛上可以参与。非常感谢所有的网络参加者和现场的朋友们，谢谢。